我们继续开会啊、哦！我们请张汉忠议员咨询，时间45分钟，好，谢谢。谢谢大会主席，我们蔡副议长，我们陈吉市长，我们有三位副市长，我们毕市长，以及咱事务团队，我们的各级市局长、处长，以及咱的议员同事，阿弟咱电视机上关心咱各样事情的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伫遮今仔日咧，汉中啊，要即阵的议题咧，首先咧，要来先讲到咱的光华东路加咱的诚义路咧，这个所在咧，应该是汉中啊，伫三四当前，包括甚至应该伫管理员的时代咧，经过努力咧，经过努力甲一个过程当中咧。受到咱的国防部会甲咱一个正好的回应，来咱的土地提供予咱无偿保养。但是这无偿保养过程呢，同时嘛是爱经过一个时间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当然呢，中央应该是伫这个诚义路跟咱的光华东路当中呢，应该那实际上应该是伫两三当中来完成。结果有受到一点点的影响，来造成这个工程的耽误。我伫遮要介绍讲，咱的这个所在就是讲咱光华路加咱的诚义路，就是伊即马咱的路行无，互咱的百姓。无伫使用的炮柱当中不习惯，来去影响这交通事故。但是伫交通事故当中，曾经伫咱的旧年呢，咱的奇怪，那个没有办法修出，还是在后面。以我要介绍讲，以咱曾经104年呢，有一个发生重大的事故，伊嘛目前还是植物人吼。我直接要提供咱青光处我经过了解了，因为伊伫即个所在吼，伫我要这有可能顺序走的，我伫迄个重点，我要介绍来讲，咱的诚义路。在迄个经过人一寡有一个咱的民意代表来去订定了，来耽误一个时间。我伫顶届我有拜托咱的青光处长甲了解，结果就是讲因过去咱的都委会通过这个诚义路的这个道路以后，包括我们的咱的交通局道安汇报也通过结果原来我们的那条单行道是。设计是5米，结果咱因的要求了，咱有改变更变6米，咱的交通局讲变更变6米当中，还要要求道安汇报，是不是？咱的青光市长是不是先把这个来过去的这一条的情况先说明一下，拜托我们交通局长怎样跟协助，是不是简单把这个交通汇报当中给交通局长简单。拜托交通局长跟甲咱协助，讲看这条诚义路要看紧来去施工，是不是？青光处长先讲一下。青光处长，领导。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哈。诚义路这个部分，完成是已经完成道路设计了哈。按照规定，阮迄个路行必须要上道安汇报。这个部分，伫8月17日的时阵，道安汇报是通过吼，但是就是讲地方伊遮，就讲单行道5米，伊若搁停车话，路宽较无够，需要变更做6米啦吼。这个部分初步有跟交通局来交换意见，伊是讲，若总共是5米要变6米的话，按照高雄市使用道路的这个作业规定，第4条第2款是需要搁再送伊这个小组来审查安尼。那拜托交通局赶快赶，我们是不是还要经过道安汇报？是不是这个有没有道安汇报已经有通过了嘛？哈，为了增加一个停车位而已，就不用再道安汇报了嘛？哦，就不要再耽误了哈。是不是拜托局长这边给我们协助哈，请坐哈。我要提供给咱做参考，而且我要讲这个所在就是讲，咱的中仑一路
咱的中仑一路，或者就是咱的管区阿袂合并进前，即袂拍通进前，或者就是中仑一路。啊，结果我要提供阮赶紧拍通的原因，就是讲，咱较早咱的凤龙市场，伫阿袂拍开进前，即块路伊无通，无通通，伊大车拢爱经过五家路，安尼入袂去出去。所以这条路，咱伫咱的合并进程来拍通了，经过咱的努力来拍通了，伫咱的中仑一路直接就来到国泰路。所以咱的中，咱的凤龙市场一挂啊，咱的土瓦区，就为遮入面会当为遮找增加咱的一挂交通上的顺畅，所以造成交通上的交通上啊，包括运输上，和咱的凤龙市场遮的啊，整个运输状况都很顺畅。所以伫遮。啊！我要提供予咱讲，啊，关于要拍成一路的意义伫遮，吼、哦，当然这是拍通后了的，拍通后了，这是你看咱凤龙市场会当甲中仑一路直接来到国泰路，啊，它再延伸到五甲路，这是提供予咱国营成一路拍通的，啊，提供予咱做参考吼、哦。这个成一路即马就是我要讲的所在啦，吼、哦。这个成一路即马要拍通的原因，就是伫遮吼。这即马要赶紧拍通，伊即马重点就是，伊即马就是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伊当初底下咧还耽误时间咧，就是讲伊遮要按要求是八，什么咱即马要要求八米，结果咱青冈厝即马是设计五米。当然，咱路拍通了，无可能再去留一个八米的道路，这是咱一定的啊。大家看到嘛，爱了解这个情形吼。哦，这里我拄仔要讲到迄、那个，咱1902年甲这段时间，咱发生一挂重大事件，其中的1904年的灾祸，就是一个伫迄个所在，伊唔知迄个后世的用诶一挂啊的习惯，当然伫遮会造成较大无，就这个伤害吼，这只只提供做参考吼。啊，伫遮。就是讲，咱成一路这个所在，啊，我要讲，哦，这个就是咱铁路地下化。铁路地下化，我即马就是重点就是要讲，咱铁路地下化为着咱的一寡啊时间的过程，包括咱中油有咱的油工的迁移问题来造成咱耽误甲变1908年才来。有可能铁路地下化才来完成，但是这个啊，这个工程这个过程当中，我倒今仔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啊，咱伫我的顶会期，我都有闹甲咱的公务局长，较早不是我们赵局长，进前我们的好像是杨局长当初的当，我都伫拜托讲啊，咱的凤山啊，咱铁路地下化完成1908年的完成。是不是咱的公务局长？我拜托我们凤山有三个，等一下我介绍了，你再来去做解释哦。我要介绍讲啊，咱的金武路、金武桥、甲自强桥，和咱的自强桥、甲金武桥，是不是咱1908年要完成？1908年要完成的过程，是不是咱还有2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是不是咱的铁路地下化完成以后？我们就铁路地下就要走地下了，咱顶管的桥道唔免阁使用着咱的金武桥甲自强桥。我要拜托咱的局长，是毋是这两档内底，我们要同步的来去跟设计啊，设计咱铁路地下化完成以后，我们就直接同步进行咱的桥，咱的爱设计好，咱的经费编好，就是讲伫1908年人完成了，咱的桥爱追改伊。把咱的拍平，和咱的用路人是非常的顺畅啊！把咱的路面都变啊，配合我们铁路地下化的1908年完成，是不是？伫这两档内底，咱来做设计，咱来编预算，啊，袂当讲咱1908年，当咱做好，再来编预算，再来设计，安尼就脚步就较慢呢，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局长有这个规划来去先把我们这两条铁路地下化完成以后？啊，咱的同时同步来去把这两条桥，青年桥就不用讲，青年桥我们铁轨局，我们给咱铁轨局，我们给咱做设计，
啊，咱的自强桥，包括咱作为铁路地下延伸的桥，是不是同步来去进行？局长，请答复。好，局长，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哈。议员咧关心的这两座桥啦哈，这两座桥，阮进来做一些比较细部的设计啦哈，就是免我去拆掉。啊，另外就是讲吼，咱这两座桥要拆的当中，咱的替代道路啊，这个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而且，阮进来以整个沿道的细部计划为吼，包括要拆桥的部分，拢会做二 A 来设计。哦，局长，我伫讲的用意就是讲，你请坐吼。我要讲的用意就是讲，因为咱爱在这两档当中，咱嘛是爱来做设计，啊，把我们啊设计当中啊来去争取这个经费编列预算，编列预算来同时来发包，咱的铁路地下完成以后的同步的就来进行打，把我们来拆，咱来叫来拆除嘛吼，而且感谢局长会当来加。这个咱来重视这个，我伫讲的这个议题吼。这我要讲的就是，咱的中仑社区吼，我要拜托我们地震局吼，地震局即马咱的中仑社区有可能啊，咱伫三十外当前咧，啊，咱的中仑社区吼，啊，咱较早管政府时代设计咱的中仑社区将近5000户吼。将近5000户，但是啊，我伫管理员的时代咧，啊，看到咱的中仑路啊，一直啊无法度去开辟，结果就是咱的都市计划问题，哈，啊无法度去完成都市计划。但是咱的中仑社区，即马有可能咱的中央咧，无了解讲，哎，咱的凤山已经是咱的城市伫进步啊，咱这个五甲社区、中仑社区的周围还有农业区。吼、哦，遐即马阁有农业区，是毋是？即农业区当中，我知影，我伫整会期诶过程当中，我嘛拜托咱啊，咱个地震局啊，整个头地咱个规划，吼、哦，咱个一寡重划规划，是不是伊已经我了解是嘛？咱上个咱个内政部审议，好像是阁又打又退回，是不是？地震局长做咱个。咱个五个凤凰市场这重划，是不是你的进度是什么？进行到什么时阵？什么情况之下？是不是先提供一下哈？咱个地震局长。局长答复。谢谢副议长，谢谢我们张议员的一个关心哈。关于这个五甲路区段征收，也是区段征收也农业区啊哈，要变更都市计划啊，所以是用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啊，原地呢，伊即搭只是有97公顷的即个范围，啊，但是上个内政部的时阵，都市计划上个内政部的时阵，因对着即个所在都市计划，他们有一些委婉有些意见，所以又退回到我们市府来。那都发局这边也着手在做一个调整，把那个范围又缩小。那缩小的部分，目前呢还在都发局这边，伊在做迄个都市计划的调整啊。我们的部分地震局的部分呢，就是配合一些工业性必要性的一个评估作业哈。啊，因为这上都是计划去审查的时候，这个他们都有一个小组联合去审查，所以工业性必要性的部分，他们也一并在那边审查。啊，目前为止都是计划部分还在审议当中啊，还在审议当中，还没到进行到那个区段征收的作业。哦，这以上进度跟张言报告。局长，我麻烦这个。因为中仑社区这个所在，有可能咱的中央无了解我们凤山地缘的问题、地缘的地形的问题嘛。因为其实哈、哦，咱大高雄市的人口哦，没有办法再一直在提升。我来举这个例子啦，咱的人口提升，你用桂皮啊，桂皮啊种的好料，你看桂皮啊，伊原底。咱的桂皮啊，种的了拢完成以后，他们的人口的提升，但是咱凤山，我要拜托局长，你较积极的，以咱凤山是凤凰市场这个区块，等于讲离咱的规个大高雄市上大区的所在，啊，住伫个市中心，还要搁有一块农业地，是这个所在是毋是？咱要加快脚步，让我们来提升凤山的一个。啊，咱的种的好材料，
或一寡咱的规个咱的建商会当赶紧来伫咱的凤山这农业区这所在、农业地这所在，当提升来赶紧做一寡啊，和咱的和咱的建商来做建设，是毋是这？那种的好了，你的看法是毋是咱的凤山这会当带动繁荣？这甲张议员报告吼，这无唔对，因为这凤山的范围，你也看边啊，迄带啊发展甲东上东的这个繁荣，啊，拄啊即块农业区啊，搁伫迄带啊，搁有九十几公顷的这个农业区放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应该要配合整个都市的一个发展，来做一个适当的开发，这是没有错的哈。当然，开发完了以后，能够顺利开发完了以后，必然会带动这个人口进驻啦，还有一些这个地方的繁荣以外，税收也会增加哈，等等之类的，对于这个地区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局长，这是我以前拜托吼，给用，因为中央有可能因有看法跟咱无同款的所在，我的。趁应该天，他无法度去了解到咱遮地缘的问题啦。是咱从凤山要过这所在农业农业区吼，咱是看下就唔甘啦。吼，我看下是安尼啦。重点就是讲咱的中仑路，这个咱南京路甲中仑路，迄是二十米来到遐变无道路吼，这是因造成交通诶一寡无法度现顺畅的，再有是寡车，那较细只、较大只的车就无法度去。去会车啦吼，这是只要我要加快，拜托加快脚步，局长请坐吼。一个咱的督察局长吼，我要麻烦咱的，咱即马就是咱。凤山八十五期重划，就是咱的凤山火车站。当然，我即马伫遮较唔甘的所在，就是讲有一寡遐咱住伫凤山火车站附近的一寡遐百姓吼，因为其实吼，因最近嘛是定走来到我伫遐咧开讲过程咧，因嘛正愿意来配合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啊，来去完成都市计划，来去做整体的改变。但是，啊，咱对这个住伫咱的火车站附近这几，即马在要都市计划过程者咧，啊，有可能啊，对咱这住的人有较无公平的所在，就是讲啊，咱的商业区啊，包括啊，咱即马车头的专，咱的车头的专用区，目前咧啊，咱的。咱即马可能顶工就是讲，咱的农机咧，咱的商业区正常是啊，咱的70-70，啊，当占比例当420，但是咧，咱的车头专用区是用50-250来去买来去甲啦，咱的百姓来征收。是不是这咱的督察局长，咱的督察局长是不是这你会当来去啊？甲咱车头遮的百姓啊，因对咱即届计划要共不合理的所在，要安怎来去甲提升我们做这住户他们的要求？甚至我嘛要甲局长介绍，因为一寡百姓有可能。咱要甲征收遮土地，要重划遮土地当中，有可能爱拆除嘛？吼，有可能咱要我迄天伊来甲我介绍当中来讲，当时就爱叫人拆掉，就要征收，就要重划，就要做咱个市场个重，咱个火车头遐个重划。但是可能讲叫当时就要甲伊拆，但是要阿拆，咱要补偿，就用要补偿。有可能恁无去想到这补偿个问题无？有一寡百姓。他们经济上嘛，拄啊好麻麻当中，你若甲拆咧，啊，伊个土地要分配伫倒，因也毋知影。目前土地要分配伫倒，因嘛毋知。但是你要甲拆，这个厝过程有可能咱个地上个咧补偿，有可能你若要定起一间厝，咱上简单个举例啊，即马一平上少爱70,000以上啦。但是咱有可能若要甲征收这个。土地来重划了，可能甲拆除伊个厝个过程，有可能咱个地上个补偿，应该
无伤无偌济，有可能遮所在造成百姓个啊负担没有办法来负荷。啊，咱个局长，你会当去先来去解说即个因因个车头专用区因遐分配，甲上下区分配是安怎，该用无同款迄种个标准要来共要来分配，是毋是？你会当先解说者。局长，请答问。多谢副局长，多谢张议员。我想张议员他所关心的有两个部分啦。啊，那这个针对迄个重划迄工程，啥物补偿，迄是地震局的黄局长，伊较清楚，迄毋是我负责。啊，议员他所讲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内底有一块做小的商业区，哦，迄块差不多0.1858平方公尺。嗯。哦，啊，伊当然商业区的时阵，伊的占比较悬，70%，啊，容积42%，啊，因为规个咱即马85期中个区是车站专用区，伊是对齐原本的车站用地，就是50.25%。啊，所以即个问题，阮会甲地政局来做伙来讨论。原则上即马咧中个咧分配土地，伊个是对照以前目前即马土地的价值，啊，分配的时阵会照即个价值，以权益不受损的原则之下来分配土地而已。假使讲未来若是讲伊有造成即个地主吼所有权人的权益受损的部分，阮较来等伊分配地了，咱较来讲该差偌侪，较甲补起来避免讲伊个权益个受损安尼。以上。局长，这是有可能咱一寡百姓吼，他们有当时啊，你请坐吼，因为百姓有诶足侪人，因为着要欠来买一块地，甲起一间厝，有当时啊非常的辛苦才会取得啦吼。但是足侪咱。目前他们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他们很乐意嘛，很乐意，但是袂使让有受到很大的损失嘛。这咱嘛是爱替这些百姓来去啊争取他们的权利嘛吼。这是我一直期待的嘛。啊，甚至啊，拄啊，你有提供着讲地震补偿的问题，应该是咱的地震局嘛吼。地震补偿的问题应该是地震局嘛吼。啊，那个是地震局还是公务局？地震局嘛。地震局嘛，地震局，我一个麻烦局长，在咱的补偿地震要补偿的过程当中，咱嘛是爱去考虑到这个百姓。你即马若无去配合着咱的政府的政策，其实他们底下大麻烦的，好势啊，吼，唔免过去刷所在啊。但是因即马担心的来讲，伊所在要刷的，但有可能咱甲拆掉了，伊。咱是用补偿的方式，补偿无可能啊！照咱即马要起厝一平偌济钱来补偿，一定会照咱的啊补偿办法来去做补偿嘛？是不是？这种我们咱嘛去甲只百姓做一个设想啦吼。咱来了解着百姓因的他们的需要，包括因的伫住遐，伊人伫住了稳定，但是为了配合咱的政府政策，所以无煞阁袂使，啊要煞，咱袂使防损失较伤济。让会当让较保人的一寡权利，迄是我直接要提供给咱局长做参考吼。因为直接不用我甲提供这個、啊，局长你爱朝这方向去给我们去注意加工课吼。啊，因为今仔日时间更有限，我不用再讲一些议题吼、哦。就今天到此结束吼、哦，谢谢。好，谢谢张安忠议员哦。今天议程到此结束哈、哦，下午2点继续开会。